来大家什么中东啊？晚上很天就是有路的嘛，你呀就哈，楼卡拉萨都面比不准，每浪那十年里嘛，乔爷庙边十来十那边你家玩嘞。拉萨那边来讲，稍微你一接待片你来讲，一几里啊这都比不呢。下巴子头本就见那当比不，当初你啊撇得路，十那边路的嘛瑞个说话嘞。这个当初的交易啊，零几里啊。老百姓那刚富贵不？然后告诉他对吧？买那个我有嘛？你家的谁在家买了？这个路有什么个？第一那啥也，老百姓还让你这个路，就别个阿别个别阿老别在那也说了，他开售卖是比较独立的，这个路标牌的。第一那啥，比如老太太都背这些呢，老百姓还让比如来老太太都背这些嘛？钱不剩下了哈，车子用的太不妙一呗，别人为个内把弄的来讲。去跟老早接李当老维修比，他本钱和大伙就叫为伢来讲，表叔话嘞。我明天在家了嘞，你妈说的，再用啊，困难拿一双啊，五元嘞，困难一双啊，五元嘞，怎么的？猪肉也再用啊，便宜的猪肉，困难拿一处都多便宜来过。现在你在俺店头的，现在你在俺店头的说，猪肉也电视也再用东菜是多的，电视家的旁边家了，阿姑要嘞要个姑奶多哇哟，过年嘞要嘞要个姑奶。那谁老皮包？哎，一路牛的，哎，咱们去年那只阿婆咯，老外的，买那个菜用的，一路牛。我新来的，咱们新年呀，可能来新来的，可能来一只阿婆咯，那时候的新来的不温馨的不，我也新鲜啦，去年买一部新鲜，就买那个菜用的，不新鲜的，拉萨鸭肉就买那个老东北鸭。老新白个，头半截只鸭肉呢，一斤的鸭只都微薄的，我都你个妹妹，老多毛瑞个肉，当初只比我也是一桌，十比十那边没路数吧嘞。